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哦，3月25号。那我是七天的伟人。像前几天如果有看我们交易的检讨的朋友，应该有看到，最近还是持续在盘整的状况哈，然后也是一样传统破底的，所以做顺势突破的人哦，就比较吃亏一点点。那像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，那看到这个盘啊，然后又收到最低，我心里实在是觉得，哎，蛮倒霉的，不太舒服。因为，我们看那个选择权筹码，看选择权筹码，像昨天晚上到昨天晚上的时候哦，那它原本它的量其实蛮少的，那我们也是判断它会下杀嘛，对，然后下杀到最大获利是900的位置，然后这边有大量的 C put。所以原本预期也是说要在这个地方来做多的，不过今天开盘的时候开在，就是昨天晚上后来是看到说，哎，它杀到850以下，那第一个想法就是，哦，说不定第二天如果又开低的话，那些 safe 就会逃难嘛，那逃难的话就是可能会把货倒出来嘛，所以价格就会容易被压得更低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有点紧张，想说。蛮麻烦的，就是可能多单呢又要亏钱。然后结果呢，试错的时候，试错今天有没有错超级低的？今天试错的时候，一度有看到就是错到700多的状况。结果开盘的时候开了一个高，开了900，那这时候就安心很多，就觉得哎，那既然昨天的低点没有破又开高，只要啊就是这个 C 铺的有守住，那我们当然就是以偏多操作来为主。那一开始拉得很快，这个部分就没有做到，因为我最近是不打突破策略的，所以它在这边震荡，然后拉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做追高，而且这时候啊，底下的这个主战啊、攻击力道啊、全职全金流等等的都没有很强，除了挂单之外，我都没有很强。就后来呢，开盘之后呢，就是现货开了之后反转下杀，那这也要注意哦，它在这个地方。线形这里，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反转的态势，然后又是在我们的转折线的位置。那这时候我就看有没有做交易的机会。那这根 K 棒站上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底下。那这边呢，这个主产呢，蛮不明显的，蛮不明显的。但是，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爆量，然后出多方，所以这个是一个。是做多的讯号，这是一个做多的讯号。好，然后这里是做多的。我看一下哦，这里是做多的，做多的讯号，你看爆量，然后呢又吹多量出来。那再来看挂单，挂单这边也是增加的，有看到吗？是增加的，就是往上增加的。哦，所以有这两个讯号在这个地方。就打入了我第一口多单，震荡一下之后呢，拿了一个猛飞出来。那通常哦，平常如果是这种转折，我会预计要在这个地方，我就要出掉。但是啊，这里有一个现象哦，看这个爆量这一根哦，爆量这一根出量了之后，它续涨的时候都还是有多方量的，对吧？都还是有多方量。然后这里。选择权的金流、buy call，然后 C put 大量增加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出单，我继续抱着。然后站上这里原本是要加码，不过我在这里我加码，我跟着加，加了之后呢，我在这边先把原本的那一口出掉。好，出掉了之后呢，它快速下杀回来。可是你看下杀回来的时候，这边都没有动，所以我就在这边再把那一口再接回来一次，再接回来一次。然后呢，他后来又拉上去。不过这一次啊，我就觉得不太行，我就把单子在这个地方全部都出光了。为什么我觉得不太行哦？原因哦有两个，一个是你看哦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对下来，理论上一直往上拉，大户的追多单总要增加吧？可是你发现大户今天都没什么动，大户今天都没什么动，什么意思呢？
你看到这一整段，那户都没有动，所以我觉得啊，第一次上攻你没有动，下来之后第二次上去你总要增加了吧，可是却没有，那这就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。那再来第二个，这边这里创高，这里没有增加多少，这里没有增加多少，理论上哦，如果要继续往上创的话，这边应该要更发散，甚至你看这里，就是你看这里，这边，这里还比前面低耶，这里还比前面低。创高的时候挂单量是减少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全部出掉。不过还算不错啦，因为这样子今天至少补到了降一笔，跟这边到这里，这里到这里。笔单，好，连胜都是赚钱的，这样我就放心很多。那剩下的部分呢，就给他跑喽，就给他跑喽。不过在这下杀的时候，我自己有一些那个什么，日经啊，被刷洗掉了。不过整体而言，今天做多还算是顺利的。那在这里提醒大家，最近尽量都报短单哦，因为刷洗真的蛮明显的。那做逆势的盘整的策略，会比做突破来的好，然后呢，做短单会比做长周期来的好，那可以自己简单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跟部位。当然啦，如果出了最大区间，开始有顺势盘的时候，报警也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我们最近在准备接下来的课程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点我们的链接，然后等会跟我们报名。任何问题的话，私讯粉专。小编也会尽快回复你。好，谢谢大家。